Hong Kong is a hustling and bustling city. Time is money. Everyone has a right against time. Does everyone care about their dreams? In Hong Kong, most people are passionate to band music. However, how many of them can turn interest into reality?有一天就去了另一間學校識位朋友啦，他就是學電吉他的。有一天就他說去班房就一起教我們電吉他。結果就開始了我這個學電吉他之路啦。因為有歌唱比賽，我又跟另外班裡面的幾位同學又一起開始夾band啦。幾個不懂夾band的，就開始了一起夾band啦。就是這樣就開始了我那陣的夾band之路啦。 夾band其實最開心梗係一開頭嗰陣啦，因為大家一齊夾band都係因為有團課先一齊夾噶嘛。咁最開心就係哇，咁幾個人喂夾咩歌啊？夾邊首好喎、啊，咁就一齊去夾啦，即係一齊練，一齊夾，一齊肯用花自己嘅時間、私人嘅時間去練習啦。咁其實我對我嚟講最開心就係有個 歌唱比賽，就大家可以有個共同嘅目標，因為其實就咁夾冇目標係好難嘅。我覺得如果有一個目標喺度，其實一嚟係我哋最大嘅挑戰啦，因為要對住全校咁多個人練習係好緊張嘅，同埋二嚟開心嘅就係大家發覺自己練習咁多次係有成果嗰個感覺係多開心啦。 中六啦，咁幾個人其實都唔係話識樂器嘅，我就會嘗試買嗰啲樂器咧，係例如買電子琴啊，買 bass 啊，去嘗試去接觸下嘅呢啲樂器，咁令到我自己對音即係呢個音樂嘅認識多啲，從樂本嘅話知道每個崗位做啲咩嘅，幫下對 band 咁樣，可以令我哋行條更加遠嘅路。 當初有諗過嘅，諗緊有冇機會可以即係去樂壇啊？即係唔好話我去到樂壇啊，可能做一個普通嘅地下 band 咁樣 band 仔嘅，可能咧咁嗰陣就會諗過，哇，可能有機會喎、啊，即係我會嘗試去走去作曲啊，嘗試去揾下究竟有冇啲表演嘅機會啦，係咯。最尾係好明顯係失敗咗嘅。 咁點解呢？因為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要夾band，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大家之間肯唔肯犧牲啦、啊。咁其實一嚟你犧牲呢個時間，二嚟你要犧牲金錢啦、啊。咁你學樂器都要錢噶嘛，係咯。咁你band費要錢啦、啊。咁乜都要錢嘅。咁最大嘅困難就係覺得夾人嘅問題啦。咁好多人其實有啲人可能會鍾意呢一類嘅歌，但係另一 啲人又鍾意另一類嘅歌，咁變到大家可能聽嘅歌種唔同啊，咁結果大家一齊夾 band 嗰陣就會有衝突。其中一個都幾大嘅問題就係學業上啦，因為其實我依家都係應屆嘅高考生，咁我冇可能將所有嘅時間都擺去夾 band 嘛，咁我都要讀書噶嘛，咁夾 band 同學業要我做取捨，咁我揀嘅當然係學業啦。咁其實因為夾 band 係咪有即係比起學業咁邊樣有前途咁？其實 我都唔使講啦，定行業啦，因為夾band喺香港呢個社會都係咪入流咧？即係開始入流，但係其實都仲未算係好入流到咁。因為香港其實有好多唔夾band嘅，但出名嘅只係好少數啦。即係其實因為好多夾band嘅佢自己都有佢嘅正職，只有佢當夾band完全唔會將佢當成係一種有冇未來咁好難講啦。但係如果你要賺錢嘅話，我相信夾band Mark Carfai has a distance from pursuing his dream. Somebody like Sunny Year, still fighting for his dream. 因為我本身依家呢個時間咧，都
在一間中學在校內需要做事的，但是也都在校內會負責一些音樂性的，會幫我們即音樂老師這樣。另外我自己本身來的就工作以外，即朝頭早工作以外就有些音樂事務，就是我一直由十幾年前開始延續到現在的，譬如說接一些工作，譬如說是晚宴又或者是一些表演去做這樣。咁咧就回想翻，即係當其時同你哋差唔多年紀嘅時候啦，嚇細少少啦，嚇咁就被音樂老師嗰、那個即係自彈自唱咧吸引咗我，哇正喎咁樣，咁就想學習吉他啦。跟住當其時音樂老師就好，咁我哋就開班啦，開班咁啊教同學。咁後來就學咗一段時間，跟住就離開學校就自己學啦。咁自己學嘅過程裏邊咧，又即係自學啦，睇書啦，嚇。自己匿埋練啦咁樣嚇，跟住然後再去揾新嘅老師，一路咁樣學上去。咁啊個過程裏邊就好多嘢發生過啦嚇，即係唔同嘅老師認識唔同嘅朋友，咁啊跟住建立夾 band 嘅生涯啦。咁夾 band 個過程咁就好開心啦嚇，一班人玩啦，成日玩啦嚇，一齊瞓啦咁樣，咁一路延續到依家咯嚇嚇，到依家都係好中意嘅。曾經有一個趣事咧，就係咁樣。咁初初起 band 嗰陣時候好窮嘅。咁我哋最記得就係咧，我哋當其時冇錢買夾音嗰啲器材啦，即係裝雞蛋殼嗰啲鈣管咧，就攞嚟做夾音，就攞嚟整上幅牆度咧幾次啊，係嘛？咁啊整曬上間 band 房嗰陣時候真係好靚嘅嚇。即係望落去好有立體感。但係後來咧，呢個咁有立體感嘅裝修咧，就會變成老鼠嘅隧道。啲老鼠仔咧，就我哋瞓覺嗰時候成日聽到吱吱聲啊，喺度撞嚟撞去咁樣。跟住咩事咧？原來啲老鼠咧就喺嗰啲咁樣一格打橫打直嘅區間裏邊咧，係咁喺度，你又夾 band， 佢又夾 band 啦，係咪啊？你又肥咁，佢又喺度吱吱吱咁樣啊！呢個又係一個好搞笑嘅其中一件事，即係好多啊！嗰個快樂係就好俾一種好純真嘅交流，以及係一種好。好忘記咗喺呢個世界上嘅感覺嚇，挫折每人都經歷，每個人都會經歷嚇。我嚟計都經歷唔少啦嚇，即係咁有冇諗過放棄咧？即如果你話放棄係完全唔鬥吉他啦，唔玩音樂啦，咁視之為一種放棄咧？去到咁嘅地步咧，我就真係冇，因為我由喜歡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好鎖得好實嘅。同埋個 touch 好大，我覺得有嘅，我覺得有嘅嚇。不過咁講啦，即係我自己行咗咁耐啦，呢條路，我睇到一啲現象可以分享啦，即係嗱，先講話點解可以可行咧，就係個難處。如果你喺呢個年紀，假設當你哋係16至20歲呢個 range 啦嚇，咁你已經係有一個對音樂有一個濃烈到不得了嘅興趣嚇。一個人如果有自己的作品咧，佢嗰種快樂咧係即係好似執到嚿金咁樣嘅嚇，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咁尤其是即係喺16至20歲咁樣，或者係年青啲嘅時間咧，你冇嗰個生活嗰個壓力啊，譬如話你唔使養阿媽嘅，你唔使急於去趕住結婚跟住生小朋友嚇，又唔使話即係要趕住去做工啊咁樣嚇。咁可能環境咧，屋企個家庭環境咧都可以即係 support 到你一段時間。其實一個人如果勤力2至3年去練習啊，或者係去學習啦，好集中嘅咧，係一定有成果。一啲即係出名嘅人咧，佢未必係話好高學歷，又話未必係好有錢，佢即係有一種才華啦，或者有一種能耐，但係佢係努力嘅時間可能2至3年嘅啫，咁佢就已經可以即係做到自己想做嘅事啦。音樂嘅路係較為難行啲嘅。咁我哋就會講好多生活啦，同埋工作經驗啊、社會嘅經驗啊，等佢可以，如果係想行呢條路咧，咁佢就會容易行好多咯。咁我介紹下，即係一間我會唱嘅歌咧，就係屬於自己嘅作品咧，個歌名就叫《天真現實愛》嘅其中副歌嘅部分啦。咁就希望你哋中意啦嚇。Thank you.
Bye.